Hello， 大家好，我是復秀者廖文偉琪，歡迎你到復秀醫學院。今天跟大家聊聊天，聊聊什麼呢？聊聊鼻鼾聲。這三個字呢都影響了我很多個歲月了，而很多復秀者聯盟的朋友呢都跟我講，他說其實他們都有好像我這樣曾經都會被自己的鼻鼾聲吵醒這個情況，這個經歷的。無論你自己被自己的鼻鼾聲吵醒，或者你不幸地被別人的鼻鼾聲吵醒，都要注意，因為呢其實已經對於健康和性命響起了警號了。我不是騙大家的，原因就是無緣無故為何會研究這件事呢？原因就是幾個星期前，即很冷的香港，也都很乾燥。哇，那陣子我真的睡得很差，即差到的點是什麼呢？好像沒睡過覺一樣，即我自己的感覺就是一瞓一瞓又醒一醒，瞓一瞓又醒一醒咁。咁當中扎醒嘅原因有幾個嘅，第一個咧就係佢無啦啦扎醒，唔知做咩啊，又瞓翻，佢醒一醒又醒又瞓翻咁。咁第二個咧就係俾人推醒啦，俾人撞，俾人推醒嚇。佢邊個通我？哦，老婆推我咁。咁原因就係我鼻鼾聲可能太嘈啦，嘈住佢瞓，咁佢咪會嘔一嘔我咯咁。咁而呢樣嘢咧咁多年我嘅經驗就係、是、你越帶俾身邊嘅人越大的滋擾咧，佢推你的力度越大嘅嚇。咁咧嗰晚嚟講咧，嗰幾晚嚟講咧，哇！基本上唔係推咁滯嘅，一徐徐窩埋嚟嘅嚇。咁但係我又好有罪惡感嘅，即係我又唔想嘈住人瞓覺。咁但係我又無可奈何，即係你瞓著咗，我又冇辦法去令到自己冇鼻鼾聲嚇。咁點咧？咁即係好屈機嘅呢件事。咁另外啦，比較嚴重啲噶啦，勁啲噶啦，就係咧自己俾自己嘅鼻鼾聲嘈醒。即係你瞓翻覺，咩事？地震係咪？邊咁多地震啦、啊？自己俾自己俾人嘈醒啫，晚晚就真係嘈醒好多次啦嚇。同埋呢度同我老婆講咪咁過咗地震，點知啊？你鼻鼾聲咁嘈，晚晚都地震㗎啦。即係呢個又係，即係呢啲笑話背後有好多辛酸嘅，真係好慘嘅，真係戥佢唔抵。咁但係我又冇辦法咁。而另外一個最終極嘅醒法就係咩咧？就係、是。瞓覺醒的時候個口好乾，乾到一個點咧就係上下左右鄂嚇、啊，上下鄂左右兩邊嘅口腔加埋條脷都乾曬，乾到之後係好似唔係屬於自己咁，要成份攞出嚟咁樣，我都唔知點形容啦。咁同埋咧入到喉嚨後邊咧都係乾嘅嚇，咁啊要起身飲水啦咁，咁好口渴嚇，好口渴，好口乾，飲完之後再瞓，好快又乾曬咁。咁原因就係咩呢？因為我擘大口唞氣，因為去到嗰啲日子咧，通常我都鼻塞嘅。咁鼻塞咁，唯一就要唞氣就擘大口啦。咁喺咁乾燥嘅時候，咁就一定係個口係乾曬嘅。咁而嗰晚俾老婆整醒咗之後，我真係好內疚，好內疚。我嘗試去瞓廁所啦，嚇瞓浴缸啦，嚇咁啊試下瞓喺走廊啦，總之試下啲唔同嘅地方可唔可以好啲啦。咁但係因為完全係瞓唔著，冇可能瞓得著。咁啊，索性睇片睇下啲。台灣啊、日本啊嘅影片啊咁，因為佢哋好多呢啲咁嘅節目係用可能兩個幾鐘頭去講鼻鼾聲噶嘛。嗱，香港都有噶，嗰啲晏晝嗰個咩流行都市都有講噶，但係請個嘉賓嚟講咗五分鐘都唔夠啊，完啦咁。因為可能即係香港實在太啲電視太緊迫啦嚇，佢唔會花咁多時間講同一個話題嘅。但係日本、台灣嗰啲就好長時間。咁咧，而我發現到咧點樣可以即時可以解決咗。一個治標唔治本嘅方法，起碼治到標先啦嚇。咁治本嘅方法就係減肥嚇，個個都係咁講噶啦。咁但係凌晨兩點幾減咩肥啊？第一黐線咩？就算係減，你都唔係話三點鐘見效噶嘛，根本就唔 work 嘅呢件事。咁要治咗個標先嚇。咁點樣治標咧？咁原來咧坊間咧有好多叫避寒神器嚇，避寒神器即係話你帶咗呢嚿嘢咧，避寒聲就冇噶啦。咁我相信大家都試過買過見過噶啦。九成都是垃圾抌的了，你凌晨兩點幾三點你屎急馬行田都要想想看看這些好像廢物的神器有沒有哪些有用呢？當中我看到起碼有三種的，三種有一種呢就是夾在個鼻哥這裡的，夾在這個鼻哥這裡，我完全不明白那個邏輯是怎樣，但是無緣無故找什麼夾，萬字夾很痛的，大哥很小的嘛，刺到進去怎麼辦？三夾，哇！三夾好痛嘅喎，唔得。咁我覺得呢件事唔 work。咁第二樣咧就有嚿嘢咬喺個口嗰度嘅，咬喺個口牙膠咁樣咬喺口度。咁因為有啲朋友磨牙噶嘛嚇，咁而
呢件事咧，有啲 YouTuber 又試過咧，就係話如果你咬住一口啦，咁你咬住口度，你要大力佢先有用嘅。你一瞓著咗，你擘翻大個口，佢又係冇用。咁所以呢件事又唔 work 啦。誒，最後俾我見到一個咧，其實係得嘅，就係咧個邏輯上係得噶啦，就係咧條帶包住扎住你個頭咁樣咧，就防止你嗰個下鄂咧喺你瞓覺鬆弛嘅時候咧就打開，咁咧就頂住你嗰、那個。嗰、那個氣管去發生產生嗰個鼻鼾聲嚇，咁啊，咦呢件事可能得喎咁，咁但係屋企揾邊揾條帶咧，揾兩隻襪得唔得咧？唔得，因為唔夠長又唔夠力，咁啊揾條繩好危險喎，揾扎到自己點算咧嚇咁，嚇咁我諗到個方法啦，就係咧依家我哋手上有啲物資咧，全世界都有好多嘅，就係咧。噔噔就兩個口罩啦，嗱呢啲口罩唔係嗰啲外科用口罩啊，係布口罩，最好就 Uniqlo 嗰啲呢只咁嘅廢口罩咧。戴都冇戴過，佢連做鼻鼾神器嘅資格都冇，因為一扯咧條繩就斷啦。因為佢要你要綁兩個結喺度啦，你要某程度上咧要有一個彈力啊嚇，咁咧就另咁樣戴住啦。咁你戴嘅時候咧，你一定要戴住呢度同埋呢一度嚇，你要 make sure 咧戴咗之後咧，好似我依家咁樣，基本上咧講嘢都講唔到噶啦，係啦，好啊，擘唔大嘅嚇。咁其實呢嚿嘢戴咗之後嘅目的就係令到你嘅口要擘唔大啦。咁你擘唔大嘅時候咧，唔得，除翻先。啊嗱，戴咗呢嚿嘢咧，基本上就係佢令到你嘅口擘唔大啦，嚇，即係你嘅口擘唔大啦，咁你嘅下鄂唔可以向下啦，咁。咁咧擘唔大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繼續用鼻唞氣，同埋佢唔會頂住嗰、那個上鄂嗰、那個吊鐘嗰個位而產生鼻鼾聲，係啦。因為產生鼻鼾聲嘅原因咧好多種，咁但係發聲聲音係得呢一度啫嘛嚇，就係你入氣嘅地方縮到好窄，就好似吹木筒笛、吹口哨咁樣。嗱、那個窿咁細咪有聲咯，吹吸都可以有聲嘅嚇。咁、啊、只不過佢發音唔係好似粗口，好似口哨咁，而係佢係發生喺呢一度就好似鼻鼾聲咁樣咯，咁大聲咯嚇。咁、啊、咁啊，所以呢一個嘢係 work 嘅。咁但係咧呢件事唔係完美嘅嚇。個、啊、問題喺邊度咧？因為我唔係一個好中意拘束嘅人嚟嘅，我頸鏈都唔戴，因為即箍住我就瞓唔到噶啦，我周身唔聚財。咁但系咧呢件事都幫到我少少嘅，起碼我第二朝起身我戴住咗之後啦，起碼可以令我入到睡啦。咁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咧，因為咧我係個鼻塞嘅人嚟嘅，咁我鼻塞咗咯，戴咗呢嚿嘢個口就開唔到咯。咁點唞氣咧？完全係窒息，唔使睡眠窒息都直接窒息啦。咁啊，但系咧我又諗到點樣可以喺唔開口但系鼻塞嘅時候唞到氣咧？即係人咧去到面對死亡，真係諗到好多方法嘅。就係咧，我揾咗嗰啲飲管啊，嚇，即係細細條啲檸檬茶嗰啲咧，咁就剪咗幾條啦，細細條咁多咁長度啦，含喺個嘴度。咁含咗個嘴度咧，佢有個窿咧，咁佢又透到氣嘅咯，其實就好搞笑嘅咯。咁咧，起碼我帶咗呢嚿嘢，咬住兩條飲管，起碼我嗰晚瞓到覺先嚇，冇俾人叫醒啦嚇，即係冇起碼俾人叫醒嘅頻率咁高。咁我就覺得，咦？鼻鼾聲可以解決到少少，冇咁嚴重嚇。咁但係第二朝問翻老婆，梗係有啦。咁邊有咁易啊？係咪咁？咁但係始終你長遠你都係要減肥嘅嚇。咁但係起碼治標就治咗嗰個標先啦嚇。咁啊，所以呢嚿嘢如果真係大家有需要嘅時候可以試下咯嚇，或者真係買條帶認真啲買條帶翻嚟啦咁。咁我係凌晨兩點幾又冇辦法啫咁。咁但係喺研究嘅當中啦嚇，睇好多片啦。咁其實咧，佢亦都有個方法，就係話你要斷你條脷，係啦，咁一條脷唔知伸出嚟咁樣喺度攣啦，或者係擺喺個口入邊咁樣，就喺啲牙嘅出邊嗰度打圈啊嚇，咁咧就而鍛鍊你嗰個咀嚼嘅肌肉，咁樣等佢 firm 啲，咁佢又會減少鼻鼾聲啦咁。咁我都覺得呢個係 work 嘅，咁但係喂。夜晚晚凌晨練肌肉，你練幾耐先至有嗰個功效啊？亦都係唔 work 噶嘛。嗱，咁喺個研究嘅當中啦，因為佢啲電視節目真係講得好詳細嘅。最壞最 worst 嘅 case 就係咩呢？就係、是、你鼻鼾聲大啦，會演變成睡眠窒息症，睡眠窒息症會變成心臟病，心臟病都會變成急性心臟病，即係猝死啦。咁而我哋睇新聞嗰陣時，咪會聽到有啲巨漢啊，有啲人就猝死咁樣嘅嚇。咁夜晚瞓瞓下覺咁。咁點解個原理係點樣呢？咁大家去翻鼻鼾聲嗰度先。原因就係咧，你鼻鼾聲你有啦，因為你鼻鼾聲你已經知道頭先講咗啦，就係話你嗰個吸氣嗰個管道好窄，你先有鼻鼾聲噶嘛。而你嗰下就已經係
窒息噶啦。咁即係話你每咳得多咧，就即係話你窒息嘅次數係越多嘅。咁亦都話你死亡風險好高。OK， 咁但係你直接令你窒息咧係好難嘅，因為你個本能會叫你唞翻氣嚇，會唞翻，所以咳嗰下咳有嗰一下咯咁。咁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邊，嗱，譬如有啲朋友仔嗰個鼻鼾聲係。都幾平均的話咧，還好係啦。咁但係留意一下咯，如果你側邊嘅人鼻鼾聲好嘈，係靜咗一陣嘅，跟住忽然間咁樣嗱，嗰下勁嘅聲音咧，就即係話佢真係窒咗息啦，因為佢冇咗啊嘛，係咪？咁而佢冇咗嗰段時間，佢做緊咩嘢咧？佢要叫醒緊你去做嗰下嗰一下。嘅同時，個心臟係會不停咁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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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咁跳嘅，因為咧你嗰個時候咧係處於一個叫缺氧嘅狀態，因為你冇呼吸啦嘛，係啦，咁你冇呼吸，冇新嘅空氣入去，咁但係佢又要用好大嘅力量去叫醒你喎，喂醒係抽唞氣啦哥，你仲要塞住曬喎，啊咁你諗下嗰個中間嗰個運動係需要幾大嘅能量嚇，咁所以個心臟噗噗噗噗咁跳咯，咁如果你成晚都係咁樣不停咁樣心臟跳得好勁嘅時候。咁樣就有可能會有猝死或者心臟病嘅情況啦。咁，因為你諗下，瞓覺係應該係最靜止、最舒服嘅時候噶嘛。但係反而你嘅心臟嘅負荷係最大。咁你諗下，你唔心臟病都幾難啦，係咪先？咁再加上有啲朋友咪要帶嗰啲，我識有啲朋友即係要帶嗰啲睡眠窒息器先至瞓得到嘅。佢就係留意到你幾時缺氧，跟住就不停咁打啲空氣入去，砰！佢唔係幫你呼吸，佢射啲空氣入去。等你入面有空氣，唔好缺氧係啦。咁所以咧，依家咪有好多買呢啲咁嘅嘢嘅嚇，即係嗰啲即係 check 含氧量嗰啲啦。咁我覺得呢件事係低能，呢嚿咁嘅嘢，我記得係入醫院先會帶嘅啫。依家竟然喺屋企都會有。咁但係無論如何，大家可以用呢嚿嘢去探下啦，係啦。咁都可以都幾得意嘅，有多樣嘢玩下咯。咁但係即係始終鼻鼾聲呢樣嘢係是可以很嚴重的，係啦，咁咁啊頭先嗰啲都係一啲叫做治標不治本的方法啦，咁始終你同醫生講你要搞鼻鼾聲，都是同肥胖有關，都是叫你減肥嘅咁。咁而我蔬果汁斷食嚟到第二十日咧，因為我都 check 住呢件事，而我接觸蔬果汁斷食第一次都是因為鼻鼾聲，有人同我講，喂，你試下飲兩個禮拜鼻鼾聲好咗好多喎，咁我依家飲到第三個禮拜啦，咁咧。我太太都話好咗好多啦，好咗啲啦咁，但係都仲有咁當然唔係話清曬啦，即係神藥咩大佬係咪先？咁你起碼有改善嚇、啊，老婆瞓到覺，我自己瞓到覺，咁其實我覺得呢個目標我已經達到緊㗎啦，係啦，咁啊係咯，希望喺呢啲咁嚴峻嘅日子，大家多啲去即係。照顧自己的身體啦嚇，因為始終你瞓唔好，你好難打呢場仗嘅，好唔好啊？咁啊，祝大家身體健康啊！咁啊，下次再同大家解答更多蔬果汁斷食嘅問題，好冇 ？Keep 精神，拜拜。